现在就用到我刚才说的这个，一个移动的这个调整的方法，我感觉我的这个盘子小了一点，所以我呢把它呢朝四个方向，都多多少少有些扩大，每一个边缘都扩大一点点，那我可能这个边缘觉得还是大小还是舒服的啊，所以我这个边缘不动啊，朝这边都扩大一点点啊，进行调整。那我们现在画的过程中呢，大家在找画面的一个基本的形结构位置，还是在定位的基础上啊，定位的基础上进行这个试验性的调整，并不要给它画得太死，这个画的这个位置啊，还有它的这种形状啊，你要把它的画面左右上下啊看成一个直角坐标系啊，平面直角坐标系。啊，把这个画面呢，这个静物呢，也要看成一个平面直角坐标系，啊，这样呢进行一个观察。那画面中的这些辅助线呢，我们实际上不要就是，着急全都给擦了，
还是要做一些这种参考线啊，起到一些参考作用。这个布褶呢，它是有一些凹凸的体面关系的，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呢，不要用那个单线去画啊，要稍微有一点厚度。那么我们把这个基本的轮廓呢进行确定以后，再用这个重轻不同的这种线条，去强调一下画面的一些亮部、暗部那我们画的画面中的暗部后面要打掉的重一点的区域呢，我们线条呢颜色就重一些那么这个亮一点的区域呢，线条就稍微亮一些所以我们也再加上一些这些内容。
好了，关于这个，结构的这一步呢，我们就给它完成到这儿了。